别来，我是说他的性格像我，他长得跟闫学晶一模一样。闫学晶的什么形象？闫学晶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吗？一提闫学晶，都引起众怒了。不是闫学晶，他到底怎么了呢？怎么了？没事上网啥都晒，天天自拍臭显摆，不开美颜像乞丐，开了美颜像妖怪。说谁呢？说你呢。妖怪的特点是人人爱，谁要不爱谁缺钙。说你了，爱咋咋地。边儿去啊，别影响我直播带货。不是，我就是为直播来的。你呀、啊，你不行。怎么不行？我们是助力辽宁农产品，为了乡村振兴，我们辽宁鞍山南果梨人人爱，盘锦的大米哪儿都卖，大连的海参扬天外，东港的蚬子卖得快。好。那蚬子皮儿磨成粉呀，还能给细脖脑袋大天天说想死你那位补补钙。我从小就吃蚬子皮儿，要不然脑袋能这么坚挺吗？